你们女人呐，我真的发觉挺奇怪，根本不用去猜，也不用想着去猜，说风就是雨，今天喜欢这个地方，明天就喜欢另外一个地方了。不是我们女人的心难猜，是你们不愿意猜我们有些女人的心。吓唬你呢，害怕了？对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啊，看心情啊。 说实话，出去走走也好，见识一下嘛。趁我今天心情好啊，不醉不归。嗯，遇上什么好事儿了？嗯，我跟你说啊，嗯，叶琳她找到工作了。前段时间把我担心的，晚上觉我都睡不着，现在总算是消停了。哎，要不你站在女性同胞的立场还有心理，你帮我。 好好的分析一下，你说叶琳她去了新的环境，找了新的工作，大概要多久才可以适应啊？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一点都不难过吗？你又不是不回来，我们又不是见不着。你觉得我如果还想再见你，我会选择离开吗？如果是叶琳呢？ 如果要走的是叶琳，你会像刚才跟我一样洒脱说一句"你又不是不回来，又不是见不着"？啊，冰红，性质不一样。我们是朋友吗？可我没办法把你当朋友。 一凡，我明天就要走了，我那边工作的手续都办好了，我明天肯定要走的。我们能不能跟你提个要求？你答应我好不好？什么？抱抱我。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过分，但你能不能像抱朋友一样抱抱我？我希望你能够抱抱我吗？ 抱抱我吧，谢谢你啊，明天别来送我了。 你带我到幼儿园来干什么呀？到了你就知道了。先坐下，来，坐下。好，接下来就是天使幼儿园的小朋友为你表演的时刻。来，你看。哟。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造成的伤害，是我一辈子。股东退股的组合公告，让创世纪集团毫无悬念地出现在了跌停板上。而这三大负面因素的叠加，似乎也在预示着这个昔日凯歌高奏的领军集团出现了日薄西山之势。
你说我们这步走的对吗？默默，你忘了吗？一帆哥当时创立非凡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制衡季旭刚，他想从外面帮助创世纪。道理谁都明白，话也谁都会说，但是你要知道，现在银海国际这项目还没有谈下来，就算是谈下来了，对于非凡都是一个考验，你知道吗？非凡随时有可能被扒得体无完肤，连骨头都不剩啊。默默，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了啊？哎，不过话说回来，照一凡哥现在这样的计划，只要有一丁点的闪失，非凡公司就会被银海国际给牵连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成功了呢？人都是这样，好不容易到达一个高度之后，就会担心自己是不是随时会摔下来。人就是贱的，就喜欢待在半山腰。默默，咱们现在不管是作为公司的股东也好，还是作为一凡哥的朋友，咱们都应该站在他的身边，帮他打好这一仗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嘛。你说如果成功之后，那未来的非凡公司是不是得叉着腰对现在的非凡公司说，小不点儿，幸亏当初没后悔吧。想通了吗？不想通也得想通啊，不然不是让你看不起我呀。你都已经决定要这么拼了，我当然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了。不然不是辜负你了吗？我最早说过的担心，毕竟你们非凡是一家新公司，想要一下子砸上8000万在这样一个项目里面，不容易吧？不如这样吧，我们定个时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里面，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但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合作意愿。合作愉快。好。25日，创世纪华东分公司的员工再次聚集到总公司抗议示威。没关系，让他们闹吧。创世纪现在负债停业，裁员是理所应当的。这事儿啊，能闹多大就让他们闹多大。但是，季董，公司里的几个股东都是希望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解决？他们有这个能力吗？怎么解决啊？啊？创世纪怎么会变成这样？园长，坐下坐下坐下。陈青啊，这个幼儿园要是没有你的话，恐怕早就关门了。哎，创世纪一手以后发生的事太多了，太不明白了。我是可惜呀，叶董这一辈子花的心血就这样毁在了别人的手里了。我们幼儿园呢就像是个后娘养的孩子，战战兢兢地往前走，说不定啊，哪一天一声呵斥我们就撑不下去了。哎，您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你这样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以后呢，我每天都来接你下班。我觉得家务事可以阿姨做，但是你的饭我想亲自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啊？啊，我一会儿有个会，开完会就能走。我等你。哎，你看我这儿连个香料沙发都没有。来来来来，你先坐这儿，我一会儿让人买去。不用。你告诉我，我还会来这儿几次啊？相信我。不用等多久，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如果季旭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管理创世纪的话，创世纪很快就会挂上 ST 的牌子，甚至是退市。到那个时候，众星集团就会以超低的价格来收购创世纪。中国股市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创世纪这三个字，变成了众星集团。
公司500万，还有卓越理财300万。哇，够了吗？我们已经筹到7200万，只差800万了。那再努力一把就够了。明天我们三个分头行动，夜长梦多，不能再拖了。好，好。我们先吃饭吧。啊，我下午还有会，这样我先告辞了。最让我高兴的是你现在天天能来接我下班。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是关于任一凡那小子，他想筹8000万接一个烂尾楼来对付我。
真想看到你穿上它的模样。愿老天可怜我一颗做父亲的心，补偿你幸福和安稳。喂，是陈律师吗？我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任总，在这儿。您就是陈律师啊？对。啊，请坐。那么陈律师，您今天这么着急来找我，是因为……我受叶先生遗产受益人陈小姐之托，向您交一样东西。另外，陈小姐还委托我转告您，希望您勇敢地去做您必须做的事，不要辜负叶董对您的寄托。就这样。服务员。你到底怎么了？继续干。
叶林，你放心，创世纪在我们这几个老头子的心里永远姓叶。我知道现在这个状况各位叔叔也很为难，今天喊你们过来是我真的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创世纪这样一天一天地毁在继续刚的手里，只要几位叔叔鼎力相助，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挽救的。